我就先问一，为什么给我换衣服？我就不喜欢白衣服，为什么让换？穿得素净些才有个读书的样子。你那些花花绿绿的衣服不利于静心，日后郎君读书就穿这身吧。好，就这一身。妾身为你准备了30多套，你可以一天换一套。你是不是成心呀你？日后，每日郎君子时入睡，卯时晨起，这些是你的课业篇目。这本是你每日的具体时间安排。 你这是要逼死我呀！以后每天我会定时叫你起床，送你去书院，晚上回来我会陪你读书，完成功课。每个月你有5日的休息时间，可以自由安排，但是不允许出没于青楼赌坊、瓦子沟南。行，青楼可以不去，但5日能改7日。4日。 4日哪儿高啊？3日，刚还说4日，但他没有。2日，3日挺好。行，3日吉利。唉，很好。从今日起，郎君需戒除一切玩乐，专心读书。柳如，你不要欺人太甚了。公子，专心读书。